迎钟楚曦，欢迎各位主演，各位工作人员。我叫萧穗子，我是一名舞蹈演员，团里的人都叫我小穗子。大家好，我是各位游客请注意的朱雨欣。这次来上海电影节是我的电影解放了，参加开幕红毯，现在要拍出发照。然后光啊，就要一点那个自然光，就有一点那种偏光，有一点那种阴影什么的。自己化妆比较习惯了，节省时间，第二省钱，已经几乎没有化妆师。金蛋，睡。啊！我看到了一个，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那有一张人脸。这有点不太好意思，走在旁边。有一个姐姐 1, 2, 3 还有一个斯文的儒雅的一个男士，一个很活泼还挺爱唱歌的一大姐，然后还有一对情侣，有一个很搞笑的大叔戴眼镜的，还有一个长得很周正的一个小哥。估计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有这谁啊？我好像有印象，有点眼熟。真的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是谁。有印象，叫给我个姓儿。就是那个，就是演了一个演过芳华的钟楚曦。哦，钟楚曦，钟楚曦，一看就是不是坏人，就是特别特别善良的一个姐姐。哎，好白哦！希望你去完印度还是这么白。应该是一个蛮好相处的人，就很可能会成为朋友。像去印度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一般女演员可能会受不了，不知道她行不行啊？我这个点会比较期待。对，你可以不录吗？这个谁啊？我叫秋川，我是一名中医，我最擅长的就是针灸和推拿。哎，你们知道几个人吗？不知道。嗨。Hello。哎，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女生哎。Hello。我们要站起来一下。欢迎光临。女神。欢迎光临。Hello， 大家好，我叫童佳音，你们可以叫我嘎嘎。然后呢，我非常非常会带气氛、带节奏，可以很快速的跟大家成为朋友。叫我小钟就好。小钟。对，小钟。小钟应该比我小。对，小钟他很年轻，但是他是老艺术家。老艺术家。我叫杨璐，是一个30岁的中年的胖子。要不要搬个凳子一起坐呀？没事。我叫刘也行，从本科到博士呢都学生命科学，在清华大学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的从业者，就是高学历人才。你们互相都认识吗？不认识。这个是弟弟。弟弟吧。我叫夏浩然，然后刚刚参加完高考。还有一对，哎，这对来了。你好。哇。Hello。大家好，大家好。Hello， 帅哥美女，狗粮开始撒起。我叫杨宇凡，我是一个自媒体从事者。我是胡胜，一档法制节目的主持人。帅哥美女。我觉得他第一印象就是跑男里面的那个印象，就太勇猛了。好厉害厉害厉害，楚曦厉害。哇，我是你们的全程导游，全程印度导游。所以你是印度人？对，我是印度人。啊，那我
把大家给分一些文件。好的。这是印度的星辰胆，第一个城市去德里，然后去阿格拉看泰姬陵，还会去泽布尔看很多印度的古城堡，在瓦拉纳西就可以看到恒河，最后我们会到孟买，会看到孟买门，还有一些其他景点。我们拿行李放车上出发。跟我说 ，Don't eat local food， 你会拉肚子的。我就是咖喱，我怕我不爱吃，不太习惯。就是印度咖喱可能没有泰国咖喱那么好。所以就，而且我主要是怕拉肚子。因为我朋友跟我说，老是不要张嘴。天哪！连刷牙都不要用那边的。他说要用 bottle water， 刷牙。然后我就带了一瓶漱口水。是吗？那你真的很厉害。其实印度是要去深深了解的一个地方。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懂任何的当地文化的话，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按照他的观点、他国家的或者他的那个观点来判断。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别可能是会有很大。这个旅行，我希望他们到了印度之后能看到正宗的印度，能理解真正的印度。印度7000多年的文化，你不是表面上能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走了，我们要出发了，要踏上飞机了。我们已经到德里了，然后漫长的飞行过程中，我一秒钟都没有睡着。好的，我们的房卡都出来了，现在大家可以拿行李上去休息了。这房间好小啊！我的箱子就放这儿，你放这儿，不够放吗？我把它放到上面来一个。妈，那边也可以放一个。反正就是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可以了。明天咱们会去红堡吗？好像会。怎么开始打扫卫生了？我螨虫过敏，尘螨过敏。这里，我妈有洁癖。然后就是跟我妈学的。不管是我觉得再好的酒店，我都会再去擦一遍，然后换上自己的床单被罩，这样子我觉得会更有家的感觉。能让我自己舒服点吗？没事，我帮你拿。没事，你弄，我帮你弄。真好了。哇，那你这个睡前工作还得很久。我其实就擦一擦就好了。我以为他就是说螨虫过敏，他把床那边那个一下就好了。后来看他，就是好像工程越来越浩大了，桌子全部擦了一遍，地板全部擦了一遍，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他这样一个人擦就是擦不完。那我还是来帮你吧，没关系。就你那个床单被套要换一下，对，要换。我还是帮你换一下吧。没事，我来换吧。他好像很不想要因为他个人的原因麻烦我，然后我们可能互相就是有点小心的在那边互相就是谦让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没什么了，就擦一遍就好了。我来擦，你现在要擦过来了。过来擦吧。我感觉你已经擦不动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加入了他，我就把厕所啊什么都也擦了。你如果很晚睡这样的话是很难的。大姐后来也过来加入我的行列，我们俩一起擦。可以的，你觉得可以的？宾馆请的阿姨可能都没你那么勤快。嘎姐她真的特别可爱，我觉得我们现在相处得很好，整个12天相处下来也不会有问题的，只会更好。床单被罩我应该带一个整套的。可以，比如说你睡衣啊，舒服一点的那种，放在枕头上面。对，我就只能这样了。哇，这个地拖完感觉舒服多了，真的，世界都不一样。这个床太小了，我都不敢动。
有点困了，我们要睡觉了。好，行，希望明天我们不会吵架。好，快睡，晚安。